你买的啥羽绒？买衣服。衣服？嗯，给你买了两件衣服。我的？啊，你不快过生日了吗？哎呦，给你备上呀。哇，这有幸了啊。试一下。买了三件。还这么多？嗯，买了三件，你就试一下吧。会是用特别便宜的？什么便宜啊？都是我精心挑选的。哇。咋了？你买错了。什么买错了？看你头发，哎呀，哦，看见没有，多喜庆这个。你是不是给妈买的？给你买的呀，三件呢，还有一件呢。哦，我都不用打开看。哎呀，你试一下，绝对好看，我跟你说，多洋气这衣服。我试一下。笑啥呢？在那儿，挺好看的呀，我觉得。原来你就喜欢女人这样打扮是吧？哎，不好看吗？啊？也就是我这张脸和身材才能把这衣服撑起来。哎，行吧你。这衣服多好。哎呀，我的天哪！文艺青年吗？这是？什么文艺青年？你看他那钻石的单位。钻什么石？钻多少钱这个？小钻石，不用多少钱干啥？穿就行。大家觉得这个好看吗？这个，哎呀，我跟你说，也就是我这气质能把这个衣服蹭一蹭。我跟你说，但凡你跟我说哪个地方不好看，你跟我说一下。这款式、颜色都不好看。这款式多洋气啊！款式怎么不好看了？看这领子，80年代的衣服吗？这，哎，这是扣上的吗？想扣就扣，不想扣就是撩开嘛。好像这样还好看一点，比那个，大家说是吧？这样扣上是不是还好看一点？那还有两件，你把那两件试一下，穿吧，有没事再穿着玩呗，也没多少钱。不想玩行不行？哎呀，我去！哎呀，我的天哪，我已经受不了了，快！看这个，看这个，多好看，多洋气！哎，我说什么呢？啊？啥都不要说，直接穿上走就行了。走什么走？怎么了？哎。你看多好看，这个多喜庆，是不是？爱什么爱？还爱？不好看吗？我结婚去了吗？我这个，你过生日穿这个嘛，多喜庆啊！头上戴个王冠，你看多好。王冠还？谁穿一个大红色的出去啊？哎呀，在家穿着玩嘛，这个。玩什么呀？这又不舒服。怎么不舒服？过生日的时候你就穿上就完了吧。树木上的鸟儿成双对，跟唱戏的一样，这个你看吧，按理说啊，这是你的一份心意是吧？我又不能，哎呀，是吧，不领你的情。但是呢，你说这衣服你总共这三件买花了多少钱？多少钱你别管啊，这就是我的生日礼物。嗯，穿成啥呢？这还挺贵的，这个。这大家看着，87块钱还，还挺贵的。你开玩笑吗？你看87块钱啊？三件87，又好狐狸。批发的，搞批发的，怎么便宜啊？我看了，我就是好狐狸的命了。绝对这辈子穿的衣服都离不开火狐狸了。谢谢啊，没办法。好好说。这不是好好说的吗？你那是谢谢吗？啊，这样谢。小女子谢谢啦。退下。退什么退呀？退下。行了吧，不过好歹是人家的份心意嘛，是吧？行了行，谢谢你啊。嗯。也算是我的生日礼物了。长得满意吗？满意，还可以。满意就行。我想到明天你不是过生日吗？嗯。不行，我们到那个哈泉沟去吧，转转去吧。你不是有山有水的地方吗？那没水啊，问题是。有水，那地方有水。你确定有水？有水呀、啊。没水我就不喜欢了，有水。嗯，你不是给你想放一天假吗？到一个有山有水的地方行吗？明天我们就去哈泉沟转转去。啊。
我这夏天也没出门，明天我们到那边去玩一趟去。蜜果那个腿行不行？腿可以吧，好吧。接班了，但是里面能不能这样子走路活动呀啥的？没事。嗯，可以，好不好？就这么安排吧啊。那我们带点吃的呀，带个毯子，就像野餐一样，是不是？把蛋糕也带上。蛋糕太贵了呗，吃的吃不了多少。啊？我们啥吃的都不带，就光三干人去就行了，是吧？带西瓜，带两个馕，西瓜就馕。就完了，不渴不饿就可以了，是吧？啊，这是订好。